用 PVC 原来的这个
吼，咱注意啊，所以咱吼，刚开始即个，咱看到边吼一挂迄个吼，线路无电灯啊吼，来困，吼来困。啊，即个就是跳跳即个吼，伊是吼，伊是那是纪念树脂刀物吼，也是那取替的一种。哦，甚至讲伊个外表都是用树脂来包，哦来包。爱即个吼，比第一个哦，较定心，哦较定心，哦啊因为第一个伊有较软，但是比原来本来用伊个刀哦，哦有较硬，啊所以伊会当使用。应该即摆是讲互咱耳鸣治疗啦，哦。应该用三五年都稳定啦，哦，对个，这三种哦，啊，第三种这是用塑胶来包这个玻璃咯，哦，啊，这三种哦，伊的单价拢较悬，但是伊需要哦，咱从头到尾应该三五年以上都稳定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三种也在这个不同，哦，啊，有不同的，一个构造哦，哦。希望讲，互伊，哦，今仔日咱来有位班长，哦，一个，哦，小班长，哦，啊，咱班长，哦，希望讲因这三种来试用，哦，给伊，咱大概一种，咱有做来着的，互伊去试用，哦，啊，试用了，看，这三种的心得，哦，因利用，感觉讲对一种较好，啊，咱个做一个检测，哦，做一个检测，啊。因即卖都要拖出去，吼，鞋仔都要拖出去，啊，所以即阵过了因的作业期，啊，来使用了后，能够检测，咱的目标就是讲，以后咱这个活动若有，若有其他的材料来甲伊，吼，取代的话，吼，以后咱这种传统的活动，吼，咱是不是讲咱就来救用，吼，安尼咱。还有啊，污染的问题，到我们特别的啊，哦，这个改善，哦，因为这个企鹅是咱目前咱台湾是上盖，哦，这个传统啊上盖这诶这个海洋的鱼类啊，诶，鱼类啊，哦，诶种类，啊，所以这种伫咱台湾是哦，科技卫生啊，目前，哦，咱来。大概有几个要求，我大概有两百哦，啊，但是各自有新的人哦，你也包括这，而且呢，哦，这新的人就是四十啊，然后不然嘛，各自有新的，哦，包括亲儿的啊，哦，再儿的啊，爸儿的啊，哦，所以讲，咱这个企鹅的事业，你咱这会使讲企鹅做成大。哦，啊，徛伫咱政府单位，咱是希望讲会当怎啊？哦，经过咱学校的经济，哦，也升级，哦，啊，再升级的，还有啊，咱各个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也有做着一寡的规划，哦，甲这个发展，希望讲会当三赢啊，哦，会当三赢，因为社会大众对咱这个企鹅，哦，这个还有啊，有两个。提出足侪迄个建议意见，吼、哦、啊，徛伫咱农业本来讲，咱就是希望讲，咱发展吼来做点，吼、哦、啊已经，咱即卖都有办啊种二级的分析，到五级的分析，啊另外咱即卖上重要就是讲，咱传统的这些事情是讲会当来做点改善，